底下。哦，你要看包，我要看包。你把你的包给我。给你了，怎么了，来？干嘛啊？哎，兄弟，我给你看啊！我给你看、啊。我什么都没有啊！我也什么都没有。紧张了，紧张了，我紧张什么？紧张了，这个包里面有问题。你们把我的包给整坏了。我扯的，我扯的，我扯的。有问题啊！他这包有问题，哎哎哎，有问题。不是你，拦住，拦住，绝对有问题。今天让你知道，揉他，揉他，揉他。哎呀！分析一下啊，就是所有拿到任务卡的应该都是这个上面是一个包的，然后呢我有印象，我在最早选任务卡的时候我拍摄了一个短视频，猪是有任务卡的，鹅也是有任务卡的，姚晨有，蛙我是有的，那边是个鸡，野哥有任务卡，野哥赵磊姚晨猴子，猴子应该是人豪，野哥赵磊姚晨人豪，然后我还有一个仓鼠。